我为了谁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在这阴阳怪气的，给我出去！我说让你出去，你听到了吗？喂，放开我！你确定和我没有半分关系吗？放开我！云郡主非但不是天圣众人口中所说的草包郡主，更非纨绔不化，反而是下棋的高手，连我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先前你假装纨绔，故意遭人厌弃。 只不过是为了让皇上消除你和太子之间的婚事，佩服，不惜自毁声誉，只为了等待你的情郎回来。我说的对吗，云郡主？对，我就是为了他玩弄你于股掌之中，我就是为了他不顾名誉假装纨绔，我就是为了他一直等了他这么多年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你放心吧。 皇上已经给我跟他赐婚了，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跟他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你属狗的吗？居然咬人！你的失心疯了吗？我不是失心疯，我是疯了才会把自己的心拿出来，让你狠狠地践踏。 云浅月，你不是想让我离你远些吗？好，从今往后我就离你远远的，咱们再不相见。你吻了我，就打算这么一走了之？我以前也吻过郡主，郡主不是还是口口声声的说，我和你没有半分关系吗？ 如果这次我就是要你负责呢，郡主让我负责什么？我还没想好，但我知道，我认识的景世子永远都是那么口是心非，明明冒着生命危险替我吸出蛇毒的是你，明明屡次为了救我而受伤却死不承认的也是你，明明在乎我却要装作一副很烦我的样子还是你，如果。 你真的是要眼睁睁看着我跟别人在一起的话，那你现在就走，我不让你负责。对不起，你说的对，慕容景这辈子总是口是心非。 你瞎叫个什么劲儿啊！先来看到我不该高兴吗？给我！还羞了你？这是你第一次和姑娘同床共枕，对吧？谁说的？我以前那可是经常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你对我负责？当然了，咱们都同床共枕过了。哎，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吧，我们一块回月齐去了。兔王公主。 你没有开玩笑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不想跟我去约祭完婚啊？那你一个人先回去，让我在这儿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不用，那我等你考虑好了再一块回去。也行，但是你现在的身份在军营里，想不落魄展的话，可得服从我，被我使唤。我这个人脾气可不好，你以后可别叫苦连天。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服侍人吗？ 四殿下，你的菜齐了。
还有吗？有啊。自己做。